作为一个食肉兽，食肉先至瘦噶嘛。嗯，我屈指一算，今日嘅心情好啱食啲贵嘢啊！一入嚟睇到个装修就知道食高档嘢噶啦。呢度系食熊本县亚苏地区嘅赤牛嘅烧肉嘅。我就叫咗个伊吹嘅套餐，总共有十品。第一碟咧就系生牛肉寿司啦。它咧系牛肋肉嚟嘅，上面啲油花纹好靓啊！嗯，好 rich， 好嫩，好香，好 red。食完啲开胃嘢咧，就嚟主题啦。第一个咧就系烧牛舌，两三下就烧好啦，好香啊！落咗啲芥末喺上面嘅。好爽口，好味道，啲蒜蓉撈咗落去咧，好香口啊！個厚牛舌都燒好啦，燒到好靚啊！出面窿窿地，入邊咧就紅紅地，好嫩嘅。我先食燒牛舌噶，但未食過咁厚嘅，咁個人好爽啊，嗦嗦聲！哇，唉，咩料咩料？哇，有煙出嘅，迷離境界啊！唔系话牛肉啊，原来都系稀少部位嚟嘅。呢个就稀少啦，腿三角啊，一隻牛里面咧都系得两三公斤嘅啫。唔好食喎，好重肉汁味 ，juicy 嘅。呢块就系三斤肉啦，肩胛骨内侧位啊，喺一隻牛度大概只可以拎到5kg 左右咋。呢个位置应该多喐动，所以是好味的。呢嚿咧系特选的菲力啊，最靓就呢嚿啦，应该。嗯，系好食啲喎，溶噶会入口会溶啊，非常之好食。跟住呢个咧就系佢铺头嘅招牌菜啦，咩嚟嘅咧？摆上烧咧，再喺上面用火枪烫热嘅，再切开佢，哇！哇！面头一塊薄的牛肉咧，啱啱系烧咗少少啦，包住里面嗰啲咧系免治牛肉碎嚟嘅，都系生嘅。呢嚿咧就系呢间铺头独创嘅和牛汉堡，同我哋谂嘅汉堡扒斋免治系完全唔同嘅。嗯，好味，个味道调得好好啊，成嚿都软淋淋，一咬好多汁。但是很新鮮的牛肉嚟嘅，呢個係呢個 set 嘅最尾一個牛啦 ，Sukiyaki。佢攞上嚟嗰陣咧，已經見到佢布滿油花、蜘蛛網咁嘅紋。啲肉咧粉紅粉紅，非常之嫩嘅。點解係 sukiyaki 咧？因為佢燒之前咧已經搽咗一陣 sukiyaki 嘅醬汁上去噶啦。嗯，好好味啊！呢塊肥美好多啊！我仲見到啲油花，呢啲油花就叫做霜降啦。因为它很多的关系，所以令到块肉非常之腍啊。嗯，这个套餐一人前有十款嘢食，就是萬三元，全部都是出面很少吃到的稀少部分。吃这么多款牛，还有人 serve 你抵啦。